夫人，衣服给您准备好了，但是这衣服怎么了？会不会有点太露了些？相爷心中已不再有冬月，又对我心怀愧疚，这不正是我的大好时机吗？ 恭喜夫人守得云开见月明，相爷。 雨柔，雨柔被相爷收留，10年有余了。你救过我的命，我一直把你当亲人一样。雨柔也把相爷当做亲人，可是这些年，雨柔实在是太寂寞了。 寂寞。雨柔自知身份低贱，出身青楼，不配做相爷的夫人。可是，相爷喜欢雨柔，雨柔也喜欢相爷。我们为何要蹉跎岁月呢？不如今晚。 就让雨柔留在这里，服侍相爷。你想多了，我怎么会在乎你的出身呢？那就让雨柔成为相爷真正的女人。有些事情，总感觉不太对劲。哪里不太对劲？ 相爷为我见月圆，我们一起画像，出双入对，我们本该如此啊。有些事，我还是要再想想。那相爷要想到什么时候啊？不知道，等想清楚再说吧。 天色不早了，赶快回去歇息吧。好，那我就不打扰相爷歇息了。 真的是雨柔吗？ 你在做什么？我丢了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我帮你找。 不用，那个是个没脸的木雕。
你看到过吗？没事，我自己再找一找。说好了啊，紫嫣小姐，哎，等等，这个木雕，我们刚刚打扫到洛少爷的房间，发现了这个没有脸的木雕，就想着是雕坏了的木料，准备把它扔了。它不是雕坏了，它是……没事，你们先去忙吧，这个我自会处理的。没有人能比我刻得更像了。怎么是你？柔夫人呢？夫人她病倒了，所以今日才吩咐小优过来给相爷奉茶的。好端端的怎么病了呢？大夫来看过了，说是平日夫人思虑成疾，再加上有心事，才积郁成疾的。您下去吧。是。积郁成疾。姐姐，文心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殿下哥哥告诉我你住在这儿，我就来找你玩啦。